是 Style Master 2023怪物职人吴永生，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到100分，就我会花比一般人更长的时间做一件看起来很简单的事，把它做到极致。开始有了赞助商之后，就我能够有更大的拍摄的自由，因为你对器材上的烦恼就更少了，压力负担小了之后，拍摄的自由就更高。濒临死亡，你知道下一秒你就会死亡，发现了世界上真的有人生跑马灯，因为我自己经历过了。当你觉得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继续坚持，这样子你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，坚持做好。